你是成都人是吧，龚军？是在成都长大，在上海读的大学。成都。我字的发音是不是呜呜？呜、哦哦，就是好像要往鼻子里。呜、哦。我一直发不出这个音。我拍戏的时候，他们就老说我这不行。啊，你去成都拍个戏。我演的那个戏要说成都话，就是姐姐。哦，对对对。就我字，我总是不行。成都话有耙耳朵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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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